那去是比较好了。明天白天骑那一段车可能会很多。现在我跟大哥不会骑太快哦。风气真的蛮大了。对啊。也在飘雨。哎呀。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。哦哦，哇，大了！腿都软了，肩颈僵硬到不行，好累哦。蛮期待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。我今天已经骑到这一七天，都是这两天，七天要搞那个什么呀？那你家，哎靠！滑入仪式，轰，出发！超挂了，我从来没有看你们累过，哎，看整个生理状态，生理状态好不好？要不要夜奔台东？我们再来考虑。好，好不好？现在去是比较好了，明天白天骑那一段车可能会很多。现在我跟大哥不会骑太快哦，风气真的蛮大了。对啊，也在飘雨。哎呀，我们有往前，一直我现在的心情不好，完全都不会疲倦，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。哦哦，哇，大了！腿都软了，肩颈僵硬到不行，好累哦。蛮期待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。我今天已经骑到这一七天，都是这两天，七天要搞那个什么呀？那你家，哎靠！哇，哎，深蓝色的海，对呀、啊。哇，哎，这也太俏了啦。约在海边不散不见，一定有。哎，你看这个视野，漂亮啊！哇，太壮了！哇，这很开阔哎。到底理由总是有太多，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。但是那个本番也不用给我们看，我们太熟了，就一直要我们变。闪退啦！红队，我看到了，不可能。